的配音啦。很好，看白眼就看见了高塔。我记得高塔，分明就是在城门附近。玛丽无忧，余公子你违背父亲之令，放我们出去，本就很奇怪。黄大海，进入山谷之后，就不要相信任何人。天神不行吗？哎呀，我说的这么好。所以我很好配。既然我没资格说破，那我有什么认真去买呀？第二天配音，刚刚录完了 OST。一起生，一起觉得。有事吗？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是第三天配音，心情很好啊，觉得演技真的超级好的。加油！谢谢啊。再来一下。后面两句还行。导演回来了吗？嘻嘻哈哈。他也习惯。先到这。你又骗我。快停下！对，我讲完这四句已经没有脑容量了。哈哈，快成功喽！加油！内力已经乱了开。他双手使用的飞脸诡谲无比。我这样说行吗？可让对手内力停滞，手足僵硬，浮血森石对他几乎没有作用。不行啊，他应该是同时，他的玄月刀中蕴含磁石，是直奔花宫刀中夺取无量流火图纸，夺取流量流火图纸，再单来一个吧。所以他的目标没啦。他知道了。